强力推荐五种天然除油疗法。关于油疮问题，我们将介绍几种具疗效的 DIY 治疗法。病毒油疮，一种因人类乳突病毒 HPV 感染皮肤上出现破损、粗糙、微小凸起物的症状，不仅外观难看，油疮生成实则反映出人体免疫系统衰弱的问题。当人体的免疫系统制造出的抗体不足时，这种病毒就会抓紧机会开始大肆的破坏。病毒会导致皮肤细胞异常增生，形成所谓的油疮，即使被诊断为良性，仍应当心它具有一定的传染性。患者需要良好的医疗照顾及疗程来一举消灭此病毒，才能缩小油疮范围并修复肌肤。以下我们提供给您五个油疮药膏的自制配方，不但减少医药上的开支，透过独到天然成分，真正达到治疗的效果。欢迎把它们记下来。一、大蒜和柠檬。大蒜能抵抗病毒的感染，与柠檬汁的天然酸根结合，用来对付病毒油疮正为合适。此两种成分能去除表皮死细胞，并能防止病毒扩散。材料：大蒜瓣一片，柠檬汁一汤匙量10毫升，制备：将蒜瓣切末，与柠檬汁混合。使用方法：于患部涂上，待30至40分钟，用水冲洗，每天重复使用，直到油消失。二、洋葱和蜂蜜。洋葱含有特定硫化物，其有助于消除病毒感染之油疮。结合蜂蜜，其含有之抗生素及保湿效果，更能提升疗效。材料：洋葱、蜂蜜2汤匙，50克。制备：将洋葱切碎，和蜂蜜一同放入调理机中，将两种原料混合，打成果汁状。使用方法：用棉球将混合液体擦在油疮上，让它作用30分钟，用水清洗，每天可涂抹2次。三、芦荟和苹果醋。芦荟胶里面含有一种活性物质，其具有抵抗病毒及抗生素的功能，能抑制造成油疮的病毒活性。与含酸根的苹果醋混合使用，能缩小病毒油疮的大小，恢复皮肤本来样貌。材料：2汤匙芦荟胶，30克，1汤匙苹果醋，10毫升。制备：将芦荟胶放入碗中，与苹果醋混合成剂。使用方法：如乳液一般将混剂涂抹于油疮上，每天重复涂抹2次。四、小苏打和椰子油。小苏打粉是一去角质的好工具，和椰子油的组合是消除病毒油极佳的秘密配方。这两种成分具有去角质和抵抗病毒的特性，使用一段时间后即能发现肌肤健康获得改善。常使用此敷料做肌肤保养，能预防病毒油生成，帮助整体疗程进展。
汤匙小苏打10克，一汤匙有机椰子油15克。制备，将两种材料混合，在碗中形成糊状物。使用方法，将混剂涂抹于油窗上，帮助去除增生部位角质、死细胞。静置30分钟后清洗前镜，每日使用一次。5. 阿司匹林及优格。阿司匹林含有一种被称为水杨酸的物质，应用于皮肤后，有助防止油的形成。与具有乳酸成分的优格搭配，能有效消毒并调节肌肤表面肤质，也是一种完美的除油霜配方。材料：阿司匹林3片，天然优格2汤匙40克。制备，将阿司匹林药片磨成粉末，与优格于碗中混合。使用方法，将混剂涂在患部，静置30分钟，用温水清洗前颈，每日使用一次即可。还在为病毒感染导致之肌肤瑕疵而困扰吗？使用天然疗法虽然不能立即见效，但若持续使用这些配方，一段时间后就能改善病症。挑一个喜欢的方法，一起来对付油疮吧。